这是月饼吗？还是看起来像月饼的样子？就是糯米气质。哇，这个吃很饱，肚子会很胀哎。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吃慢一点，猛的话肚子会会噎住。对，我会越胃会痛。哎呦，拍下来真是太有趣了，俺俩要被捆了，两台正在拍，大头打他们，哎呀，他们是坏狗仔，多角度，哎呦哎呦，超级经典，没抢到，哎呦，嗯，你为啥干赌啊？你不要这样子，阿头都不想吃了，快点，这是哎两只羊啊，两只羊啊，嗯，都是哪只去了？欧洲呢？他们相机都是一样的。大头，你跟上海的观众打，上海的粉丝打招呼吗？用上海话。我不懂上海话，说什么？大家好，打招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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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，我是张宁，我是张宁。哪是你？如他在乱说。大家好，来，谢谢。他反嘴。哎呀，我讲一个话，哎呦，我要跌倒了，一串。